华语广播网多伦多 FM 105.9，魅力多伦多节目，我是 Masha， 问候大家周四快乐。刚才一首好听的歌曲过后，我们继续回来走入魔术师的世界。今天我采访的嘉宾呢是著名的魔术家辛亚飞，再次问候大家。各位听众朋友们、观众朋友们，大家晚上好。你好亚飞，对，今天我们可以有视频呈现了，大家可以登录 www.esmyradio.com 可以看到我们今天的视频。因为我们今天特别为亚飞立上了一个摄影机，因为亚飞一会儿会给我们有一个小小的魔术表演，我们今天的听众观众是有眼福了。在我们正式讨论你的故事之前呢，我还要说一小段广告。你们家是不是也可以换一下门窗了？春天来了啊，春天来了，对，还不知道呢哈。我们 FM 105.9的听众朋友们呢，会有很好的福气和福利，只要是我们的听众，你就可以享受到以下的优惠：只花普通窗户的钱，就可以换有那种夹胶防爆玻璃的窗户；然后还有呢，只花普通窗户的钱呢，还可以选择换三层保温玻璃的窗户，这样呢，冬天隔冷，夏天隔热。然后还有保证你们家的安全，所以呢，我们听众朋友如果换的话，一定要选择天籁门窗，拨打电话416-628-8988，或者是905-760-2828，或者在我们的听众群留言，或者是在我们的枫叶在线微信推送上留言，都可以享受到我们的优惠价。接下来呢，我们跟亚飞继续谈他的魔术生涯。我知道您是出生在魔术世家，对吗？对对。可是你却去读了大学，读了化学专业。嗯，没错，化学专业。为什么呀？这又是一个挺长的一个故事了。言简意赅。言简意赅，言简意赅。首先第一个呢，读化学是无奈之选，因为别的考不上。不是、oh. 是我看起来这么渣吗？其实是这样的，是其实那个时候呢，我想考魔术专业，没有啊。哦，魔术在高校是没有这个专业的，咱们在高校只有声乐、器乐，然后播音主持，对，其他的艺术领域是有的哈，舞蹈啊都有，没有魔术。嗯，所以人家说，哎，你怎么不是魔术专业毕业的？我说根本就没有这个专业。为什么当时选化学呢？是因为我当时那个年代是高考是3+X， 语数英加一个选科。啊，然后当时呢，因为我这个学习成绩比较好，哦，学习成绩比较好，我是先参加的奥林匹克数学竞赛，嗯，然后数学完了之后参加了奥林匹克物理竞赛，嗯，奥林匹克化学竞赛呢是高二的期末的时候，嗯，然后我这个准备完化学比赛之后，比完赛了，那个时候其实。我已经准确的说，那个时候叫偏科啊，偏科比较严重啊，偏科比较严重了，那个一直在准备化学这个竞赛，然后当时我还拿了广东省的第二名，广东省的第二名，很不错。对，然后紧接着老师就选了，你选一个 X 科专业科，我数了数学，放了一会儿了，因为你高一的时候弄的。这个物理也放了一会儿，现在我最厉害的就是化学，因为那个离你最近，还没放呢，是吧？对，我是刚赛完，然后就要选这个东西。那我现在最厉害的就是化学了，那就选化学吧。而且其实，化学其实跟魔术是有渊源的。我觉得是嘛，所以我就想，你在魔术领域里肯定涉及到很多化学的变化，什么东西变成什么样了，对对对，其实化学本来就是一个变化的过程。对啊，一个变化的，不管是颜色、气味啊，这个状态啊、形态啊，它都是一个变化的过程。其实后来我才知道为什么化学跟魔术其实是有关系的。从人类的历史的角度上来说，最早出现的是巫师，对吧？巫师就是装神弄鬼那些，但是他们因为涉猎到一些，然后后来渐渐出现的就是炼金术士，在欧洲炼金术士干嘛？就是能够对一些东西进行提纯，进行一些，然后后来出现了化学家。好，在这些出现了之后，慢慢的才有魔术，后面魔术是后来才出现的，就在炼金术之后才出现的，从巫师当中分离出来的，不再装神弄鬼的那些东西，把它成为一个表演的表演者的形式，魔术师。其实
听起来好像这个逻辑，我打断你，好像这个逻辑是这个魔术师不是化学家都是巫师，什么炼金术软变成对对往前科化学家了是吗？魔术师其实也是巫师，从那巫师那时候来。对，我也不知道是不是真的啊。对，我觉得其实你正好歪打正着的，是不是？嗯、对，嗯，哎，挺有意思。对，你的专业正好对你现在的这个涉及的艺术领域里，其实真的是有帮助的。是，我们当时还在我化学专业方面还做过一些东西，在魔术当中还效果特别好，就一种烟雾，然后它可以在极短的时间内瞬间的爆发出来，然后还没有火焰，非常安全。嗯，然后后来我卖给别人了。就是把技术转让了，啊、对，是不是？那说到这个，我特别想让你给我们分享一下这个魔术的魅力和奥妙。就是我们经常看，所有的人看都是看到舞台上，然后就会觉得很玄幻，然后觉得不可思议。可是往往就这种玄幻和你远观的那种感觉，然后我觉得是对我有的时候起不到震撼，因为我觉得离我实在太远了。嗯。然后所以我想很近一下看，然后让我觉得哇，真了不起。因为董卿很有那样的机会，可以在刘谦旁边给他看。我也希望我。玛莎也是主持人，你可以在一个魔术师面前来给你看。咱们现在就表演一个魔术吗？对啊，你有东西吗？听众们可看不见的。观众可以看到。观众们可以看见啊，可以。你就别把我变没就行，我还要主持节目。好，我刚好我身上还带了一点。这东西随时都跟着您是吗？无聊的时候玩一下。你看我这里扑克牌呀，什么都有啊。哦，你要变什么？这个东西啊，这个东西我说吧，因为咱们听众对要说一下啊、嗯、我现在手里拿了一个什么呢，拿了是一个螺丝。嗯哼，来您检查一下马上。哎，我也当了一把董卿。哎，好、啊、真的是螺丝对吧，闻一闻好像有铁的那个铜的味道，是吧？对，然后这个是铜的，黄色的啊，黄色的。对，这个东西在 Home Depot 就可以买得到。它其实是我们拧床的时候那个东西。对，就很多地方，比如说你固定柜子啊、床啊，然后都可以用到。这是一个螺丝和一个螺丝帽，对吧？在 Home Depot 可以买得到。没错。但这个不是，这个不是我的。是黄色的铜的，是吧？对，这个是我今天上次那个在 Home Depot 的时候我偷的。我们节目有小朋友听众啊。没有，开玩笑。那大家知道磨这个螺丝的这个特性，就是你转，它会进去。然后你可以反过来转，它就出来，没错，对吧？嗯、这是我们平常当中，你试一下能不能把它拔出来，就在不转的情况下能不能拔？哦，那肯定是拔不出来的，肯定是拔不出来的，对吧？对吧？好，嗯、好，但是在魔术的世界当中呢，什么情况都有可能发生的，比如说，嗯哼，现在它在里面，对不对？对，它就螺旋了很久了，对在中间了，转了很靠近里面的地方，对吧？好，看一下。咦，现在。我不知道亚飞用一种什么样的力量和功力，让那个东西自动旋出来了。我们让这个螺母自己在上面对转出来。嗯哼，它还能转。我们的摄影机应该拍得到啊。嗯，我这样子它看得会比较清楚一点。对，然后转到头会怎么样？掉下来。哦哇，大家可能听到声音了。掉下来。对，掉下来了。啊、这个就是。一个靠你的神力吗？对，我们通常就是说这个就是魔术。哇，好了不起啊！鼓掌。这是我亲眼见的哈，那个亚飞的手指只是捏着那个螺丝的帽、螺丝的头，然后那个螺母就自动就旋转，直到刚才我们听到梆梆梆落地的声音。对，这个其实就是，我们称之就是魔术的生活化，就是如果我这个时候拿起一个很奇奇怪怪的东西，或者是。看起来它就很像魔术道具的一样一个东西，它就很奇怪，所以我们就是建议大家，现在的魔术我们更加拿起一些身边的东西，或者是随手在家里就能找得到的一些东西，能够完成一个比较神奇的效果啊。嗯，就这一个吗？你还可以变一样东西吗？可以。变钱吗？大家，我们刚才编辑都特别想变钱。特别想变钱啊？对，就是一块钱能变十块什么的。啊，这个最近我这个。钱不多，对。那你变扑克。这个，好，咱们这样子啊。嗯哼。嗯，就扑克牌啊。嗯。扑克牌，咱们这样。嗯，举高一点是吧？好。嗯，咱们这样。我指的是摄像头可以看到。我给摄像机也看一下啊，这是一副扑克牌。嗯。一副扑克牌。54张是吗？对，看一下，是乱的，是吧？对，是乱的。没错，好。
好，这样子，在我现在我这样把牌一张一张往下丢，然后任何一个时候你喊停，我就停下，嗯、好吧、嗯？好，准备好了吗？好，停。就这儿吗？对。改，不改了吗？不改了。不改了，好，嗯、请你把上面这张拿走。我自己看，不给你看是吗？对对对对。嗯哼。好。我可以给摄。然后你可以给摄像机看一下。嗯哼。摄像机看一下，好。然后我这里呢还有一个小玩意儿，这个小玩意儿是什么呢？这个。去年的时候特别火的一个东西，没错，我也有。指尖陀螺啊，嗯、指尖陀螺，他们说是减压的一个东西，我觉得这个就是给手翘的人在办公室骗人的。对对对对对，嗯、好，那这有一个指尖陀螺，然后呢，我看一下这个指尖陀螺呢，它上面有一个像彩灯一样可以转的东西，嗯、然后这个时候你会看到它上面出现了一个扑克牌的一个红色的星和一个蓝色的七，对吧？它预测的什么？预测的你刚刚抽的那张牌是这个，是吗？对呀、啊。那你把它拿下来看，是红心七啊，没错没错没错。真的呀，就这个陀螺，你跟它跟这个扑克是有关系的呀。那对对对，它其实它们俩没有关系，对啊，它们俩其实没有关系。但是它可以感应到啊，那是你掌控的吗？对，可以，我你这样问的话，我就等于把魔术秘密说出来了。了不起，了不起，太好玩了，太神奇了。希望我们观众朋友们也可以在我们的这个视频上也可以看到新亚飞的精彩表演。说到这里的时候呢，我有一个环节啊，新亚飞叫朋友眼中的你，我搜罗了一下你几位朋友给你说的话。啊，还是对。好吧。有一位朋友是这样说的，紧张了一下，紧张了哈，看他们怎么给你吐槽的是吧？他这样说的，他说你让我明白一个道理，要想追到漂亮的女朋友，必须要会魔术。你原来是这样追的小青是吗？没有吧，其实我老婆听着呢。其实你刚才说到，比如说爸爸妈妈学会魔术可以给孩子表演一下，孩子学会魔术可以逗爸爸妈妈一笑，然后呢，男孩子学会魔术可以吸引到女孩子，对吧？没错，你就觉得哇，你好棒啊，好厉害啊！我举个最简单的例子，这个，咱们不要目的那么不纯了啊！这魔术可以，我可以说是在社交当中的一个利器，嗯，一个非常多，因为比如说我们在外面跟朋友一起吃饭，今天哎这五个人一起吃饭，另外有四个人我不认识，嗯，那互相之间认识，那这个纯属聊天儿。大家的印象其实不是那么的深刻啊！你说，哎，我今天特别高兴，我给大家表演一个魔术。可能这四个人回家，今天晚上以后都会记得我那天认识一个新的朋友，他在一起吃。